好，马柱啊，这一次来到上海，然后呢，我的朋友们说啊，一定要吃这一家烧烤，这家烧烤超好吃的。有没有那个一定要吃的烧烤哦？耶，一定要吃的烧烤哦。为什么？请问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因为老板帅，送两瓶啤酒。是啊，老板还会优待这样子。嗯，来，这边照一下。来，对不起。摄影，快点。师傅，为什么您这里那个生意这么好呢？现在已经是凌晨了。老板，这是什么？牛蹄筋，油都吃了。哇，饿了吧？你给它放大一点，这个显得这个串大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油滋滋的感觉，哇哦，饿了哈。大家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都可以。这个是哦，那烤花枝。好了，你们要把你的，马上要熟了。好，那我们要看什么好吃的哦。这是烤那个馒头吗？带着你要辣吗？我不要辣，谢谢。我也不要辣，他们两位也要辣吧？好吧，那你就把我们拆成。这是金针菇。就是一半辣一半不要辣。对，一半辣一半不要辣，一半辣的话要辣一点。有什么最特别的吗？最特别的，大家说非吃不可的。非吃不可的牛排。哇，这是鱼。这个牛肚就在里面。牛肚啊，你看牛筋。拿在底下了。在这边，这是牛筋，牛肚啦，牛肚，这个是一定要吃的哟。有大美女介绍的哦。对啊，然后还有牛排，看一下。哇，你看我们居然要吃那么多，才四个人。哇，牛排，对，牛排啊。哇，好酷哦，超级大牛排。哈。超级大牛排，哇，好酷！要吃的，对。然后那个这是手工面的那个面吗？哦，这个不是，师傅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黑小麻吉。麻吉？不知道你们叫什么，反正就是那个年糕。是哦，年糕，年糕片，有点像柠檬年糕是吗？是的。哇，酷。对啊。哇，大哥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反问一下。还有啊，就香肠啊。对，你们大陆人好像喜欢吃香肠，对不对？你要试试看，没问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顺便问问现场的人。哇，他这韭菜是这样串的，超可爱的。啊，你看，原来还有这些，啊，好多人啊。有，当然有，这是帅哥老板。老板，告诉我们这地址好吗？老板，不要害羞，告诉我们这哪吧。这是哪里？对啊，啊来上海想要吃个宵夜，来怎么来找老板呢？地址？这什么路啊？就是陈家桥之路了。陈家桥之路。陈家桥之路。陈家桥如家酒店的对面。啊、酒店对面。就可以找到好吃的了。是的。好，谢谢。哦，真的油亮亮，再看一下。你看，饿了吧？饿了呗。他给你放微博，飞就跑了。饿了呗。好，谢谢师傅。